人的一生经历种种，我们总想把开心留下，想要记得很久，却不小心遗忘很多。台湾失智症协会了解失智者的无奈和照顾者的辛苦，20多年来持续的陪伴失智者及家属，一起守护记忆拼图。社会支持中心提供咨询服务，社会支持网及家属服务，增加照顾知识，减轻照顾负荷。睿智互助家庭提供友善空间，举办失智家庭多元活动，照顾者间也能相互交流扶持，形成互助的支持网络。漾记忆会馆专为年轻型失智症提供团体课程、家属支持及家庭活动。Young Coffee 由年轻型失智者为客人提供服务，发挥能力，提升自我价值。教育训练中心提供失智症专业人力培训，提高照护品质。失智友善推广及宣导，照顾家属与失智者分享自身经验，宣导失智症预防的重要性。政策倡议，台湾失智症协会与失智者一起努力为失智发声。全球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，世界上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。台湾失智症协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，积极发展失智症患者及其家属多元服务，全面的关怀与照顾，推动照护政策倡导及预防。有一天，我们都会老，记忆也许会慢慢消失，但你并不孤单。失智症关怀专线0800-474-580，失智时我帮您。